快回去啊！不要出去啊！哎，暴风圈了，学长！哎，我回去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应该我手上的油。现在油有没有油啊？油还差几个？我这边有三罐，我这边三罐。三罐不够。油要没过，够啊，差2罐而已。是吗？你们到底是狗还是是狗啦？够啦，我刚刚拿了3罐下去。背叛者啊！对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认为谁是背叛者的话，小屋前面有一个投票箱，可以去投票。埋是不是在怂恿人啊？去看一下，真的吗？你们看一下还要多少油？那你为什么不把油带着走啊？他是有问题啊。 他把油带去藏起来，是不是？还是拿去喝了？哎，我觉得老师你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你少了那么多人。我刚跟龙子一直在一起耶。我跟他说了好多天路板，没有。哎，有人回来了。两罐，两罐，两罐，两罐。我们以为你去了。哎，有人要医疗包跟我说。 我刚刚去下面那个 S 那个地方看一下，好好的。我们以为你去了。<笑>我也以为我要去了，我又要找不回来的路。另外一个人呢？小心是不是不见了？不见很久了。哎，雪停了，雪停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还有人打逃生舱。 哦，够！我身上2罐，我先去放油。应该可以修好了吧？我觉得比利你很可疑耶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很辛苦，还在跟龙基踩电路板耶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啦！我这么善良，没有心机的人。啊？善良没有鸡鸡的人。你才没有鸡鸡。你在哪里？正上方，正左，正右，一人选一边。我去上方，龙基可以先给我东西吃吗？我没有东西吃的。那我去右边。对，最右边。有，吃的回来，吃的回来了。我带莓果回来了，叫你等一下。你吃的是不是小心的？要小心。你是吃的。哎，龙基，龙基。我们围着这个储备干粮。他说地上，地上，地上，跑回来了。怎么啦？地上，地上。 是吗？超远呢、欸，算了，打打莓果回家，过啦。 没事咯。
太强，你就很可爱，绕过来，因为我没看到啊，绕，哇，够细的哟。喂，啊，怎么了？上面有一个要两个人的。要不去看一下，两个人的什么？就是门呐、啊，它有一个开关。我刚从那里跑回来，我要回来找人啊。谁要跟我去？还是我们三个一起去？可以啊。好啊，走啊，走啊。走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，老汉？可以啊，我手上拿着斧头，你当然可以相信我啊。老汉，我也有斧头的，而且还是你给我的。来啊，你看我们技术啊，哎、欸，这边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。如今虽然奇怪，我明明就是胖子，为什么跑得变快？哈西勒。高速苦恼，第一个给卡给单。不要带我们去死啊！对不对？等等，不要一个人上去啊！我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啊！冲啊！我捕兽夹，不用怕，等下可能会有工程兽。哎，白痴哦，干嘛啦？在冲啥啦？哦，好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啦，让我们不要绕一圈啦，可以快速到最上面，因为最上面有个点要修，不是吗？我以为是什么灵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刚上一场，你有去拿一个背叛者的物资箱吗？有啊，啊里面有什么？其实就只是比较多物资而已。有那个可以看东西的东西而已啊，没有什么。哦，而且还有一只熊，操他妈的！哪边有熊？所以在上面还是左边？上面没什么、啊。上面。哎，我快冷死了，操他妈的！我先回去补充热量，然后再往上冲。我不知道上面。家在哪里？左边。家在哪里？这边、啊，这边、啊，左边、啊。你听发电机的声音吗？好的，就是正上方嘛。对、啊，对、啊。我妈的，我是快点的啦！哦，走不呢？没有，包包真的有够难做。背叛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把敌人都给杀了，这是阻止吗？对，不是，我在想那个，还有那个摧毁那些东西啊。对啊，如果怎么讲？就我想想，是背叛者啊。那个我冷到扣半血了，还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补血药啊？等一下。
所以我们一起共同去做这些事情，然后我们都逃脱了，地上，背叛者输了的。地上，我已经有吃的了，我想要做武器，现在只有斧头，找不到那个机械包。我只找到一个啊，一个不能做啊。好，我要冲上面了。我还要捡到一个地雷。上面有东西要修。哎，在上面是不是？哎，妈，现在才讲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在上面哦。对啊，最上方。快死了、啊，剩一分钟哎、欸。对啊，不应该有一些可以遮蔽的地方吧？还是整个里面遮蔽就放个地雷好了。右边是不是有个无线电箱啊？再开一下，再开一下。刚好三个。什么东西在上面吗？阿杰。来了来了啊啊！听声音哦，哎，来小战，好，超没有默契的哈、哦，很延迟哈、哦，这有血迹啊，有酒哎、哎、欸，龙姬，快点啊，救！间谍，白痴哦！救你！哎、欸、哎，嗯？你干嘛救他起来？他是坏人吗？不然他干嘛打我？哎、欸，我抢你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快走，先回去躲。哎、欸，耶稣，你是背叛者还是幸存者？我这样我知道怎么回答你了，就算我是。欸、哦，不是了，龙姬啦，他背叛者啦。你说谁背叛者？哎、欸，耶稣跟那个龙姬是背叛者吗？是吗？蚂蚁差你一票。至少我们可以弄走的、啊，蚂蚁，蚂蚁，箱子，箱子，蚂蚁。啊！哎、欸，繁星姐，救我！繁星姐，那个，姐那个，救我！大家再见。救我！我们下一季见。你去死啦，耶稣！那个，补不多血啊。繁星，我死啦！小心，你在哪？死透啦！哎呦！哎，小心哎！龙机超屌的，我都不能讲话，救我、啊！我被龙咬，不是龙啦，我被熊咬死了，我后面都没玩到。哦，吼吼！所以，不是哦，阿毛刚杀的是对的吧？
我不是不参与游戏，对的，我就到处乱跑，然后都看到那个逃生舱。逃生舱为什么只能坐一个人呢、啊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他就只能坐一个人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他就长像霸掌，霸掌好，长三角形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好像是到那边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好。我们一开始直接锤死阿毛是不是一个办法、啊？是，好像也不错。阿毛，你赶快不要那么边缘。他都还不在。赶快游戏游题啊！他还没进来了。所以我们先讨论好啊。所以你们刚刚都有猜出来坏人是谁吗？最后啦，没有，只有最后丢个地雷炸他们的、啊。然后还扁我一拳，然后就知道是你啦。有啦，我死掉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啊，我用无限电跟他们讲。但招牌也掉了是吗？哎，耶稣，你自己是不是背叛人心存者？你自己不知道？不是啊，他怎么会直接讲？啊，白痴啊！跟你讲好人跟坏人，你就会讲自己是好人啊。你犹豫，人家就觉得你是坏人啊。而且阿毛是不想进来，是不是？不是、啊，我只是讲说啊，这种东西啊，直接讲就不好玩了、啊。他已经先逃走了。你要推测，他要逃走了吗？他已经先坐逃生舱跑了，还在坐逃生舱啊？他已经跑到你进来都不想，是不想进来了。安娜、啊，安娜、啊。不敢不要再去搞逃生舱，真的很会单机耶！快点先去看一下那个在哪里，在右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你再投一次，我们就开场票你。可以用拳头去打矿石，真的是很无赖。爽啊！双神也可以啊，超猛的。快还要更快，快还要更快！哎呦，暴风雪！它上面会齿轮，在齿轮，齿轮是木头加矿石。我们聚气打会比较快。真的、哦？嗯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你连点有时候还没有伤害。Hold you can！ 你上面跟人家 Hold you can！ 哈都 can！ 酷酷！哈西勒，高速诺。电路板吗？四个齿轮哦、喔。这箱子有，左下的箱子有。这里有人吗？哪里？我来了。这边有箱子，这里有箱子。箱子。持续说话。这里面，这儿啊。我满了。啊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这边、啊、这里。哇，成为内国达人。空了，全空。赚一点经验。杀熊吧。来，14个木头，14个。哎呦，熊！啊，家里上面吗？上面。我刚才在砍熊欸，我刚才杀了一只。来，我感觉你有武器欸。我感觉没有这。我来帮你倒血。关他。一次砍2块。他们在打熊欸，阿毛。
不要靠我那么近，你要被我挥到、哦。好，我现在满了，没办法拿。哇！我可以拿六。能收你们收。哎、欸，你们还好吗？有人有莓果吗？没有，只要煮熟的。好的。那个动物肉不要单煮啦，做派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讲就跟你说了。度。有人刚受伤吗？医疗包、哦。有医疗包。好了，去拿点冰块吧。做电路板喽。欸、不是，不用电路板。哇，这么多人、啊！哎，有肉吗？我刚拿莓果回来了。我身上也只有莓果。石头，地上，那是冰块，你骗我。哦，还有石头、哦，没挖过哎。你欺骗我的感情。那给你吃。啊，我的镰刀呢？粉信，上面有两个人被开的，抓抓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可以啊，靠，两手空空的。这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路尾，要不要打？这边啦、啊，这一间啦、啊，这有路尾，有路尾。好，先杀。路，两次。啊，拍谁？欸我给你补包，开这个，现在开着。我有。奇怪，我刚到底是看到哪一间了、啊？被收刮完了。哎、欸，这边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间可以开的，忘记。欸、小心 ，Hello， 上面那个尸体摸一摸吧。
这什么游戏哦？PROJECTWINTER。这是发动机在哪？家里右边。右龟，大屁股。那个发电机在哪里？右边，右上，右上，右上。哦，这边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差几个？差几个？应该十四个吧？应该没有人放。哎、欸，干中毒！啊？有人放毒药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吃东西有用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先回去看一下。还是要急救包？他有急救包，他有急救包。我的刚打路用掉了，妈的！我有。我看到小心从里面跑。还左边，还左边。你们在哪里？下面，右下，右下。这边，你后面。来了。这里的，不是的，繁星的。哦，这边。给你。这个啦，不是那个。你怎么吐了？你怎么吐了啊？那刚用完。急救，医生。快点。你有急救包啦？你有急救包就自己用啊。对啊，你有急救包了吗？啊！我活了。我是前医护局的。前医护局的小心肝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刚是看到小心从里面跑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他刚在我旁边哎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其他人都在干嘛？废弃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我在那个发电站那里中毒。可是他刚在我旁边哎。欸、上面是不是有人又消失了、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啊，单机。跟那，哎、欸，这个怎么在我旁边啊？这个又跑去。哎、欸，单机仔。一个人走掉了。哦，单机仔，好好讲话。我是来带你去拖王拖出的。快，我带你去拖王。有一个三个人可以一起开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管子上面有三个灯的那个东西。不知道。炸弹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就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发现要三个人才可以用，还有一个管子牵到地板，你少两个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还要派吗？我做很多、哦。下去看一下。我想要派。箱子有，地上也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缺木头是不是？这次换耶稣单机了啦。哇！他是不是也找到了？找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派一次只能一个。把驱逐出去好了。对他只能带一个，我箱子又放了。难怪阿毛还没走。坐走了。东西，我都没死。总之是被人坐走了。快点啦，缺木头了，冰块一个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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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找不到他。这边木头。敢不敢一起行动？他刚刚不是说下面有三个开的？对啊，上面啊，上面。哎，谁说？回去。哎，好冷，好冷。哇哦！笑。要修哦。这场雪还真是时候。